中小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就是现在，别再无谓的沉默，感觉炙热，是万夫心电放射。梦想是青春最配的妆。我最应该听他声音，这么白不需要。老师可以把我抬高一点吗？我把身高写点错了。制服的诱惑。他刚那刚那个动作，下巴再收一点。那些年错过的白云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。累死了，我爱眼睛了。管他什么，不落地的烟火，不思议的角色，会睁眼睫梦的银河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烟饼，对，这位同学说他烧了二氧化碳，然后又说是烧干冰，有酒精吗？不是酒精，有那个水吗？酒精，用水洗了，水拿水酒精给我洗一下，我还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吗？纯净水，纯净水，拿给大家表演一个双簧。Yeah, yeah. iPhone. Let's get it. Yeah. What's up? What's up? What's up? Yeah. 我们瘦吗？我们是这宇宙最瘦的。然后他这个不回答。我们是不是最瘦的？空气突然安静，不理我们了。OK， 我先走了。欧尼尔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是大哥，我问你，以后除了跟我互动以外，你还要跟谁互动？就只能跟我互动，知道吗？点个头。我在骚扰他。哎呀，咋还追着人不让人走了呢？上来！一起一起一起你们为什么要送我呢？哎，别丢别丢别丢啊，别丢！三二一，让！